大家好，欢迎来到简朴生活。今天是10月26号，是应该种大蒜的季节了。大蒜可以在秋季种，我们这里是10月末、11月初，或者是春季种，我们这里是5月初到5月中旬。大蒜如果是秋季种出去的话呢，整个一冬天它的蒜根还是会在土里继续的生长。到春季，春暖花开以后呢，它的根已经长得比较壮了，所以大蒜成熟的也会早，7月份就可以收获了。如果你要是在春天种出去的话，那它就会成熟的晚一些，收获的也晚一些，大概8、9月份才能收获。那你根据你自己的时间安排，你可以决定是春季种还是秋季种。种蒜呢，首先要把蒜瓣都拔出来，因为一个蒜瓣就是种出来就是会长一头的蒜。我们今年种的大蒜有两个不同的品种，一种呢是不长蒜苔的，它叫做 soft neck 软脖子，你看这就可以看出来，这里边没有中间没有硬的那个蒜苔的梗，那这一个呢就是长蒜苔的，那你看中间这个非常非常硬的是一个梗，这个不长蒜苔，长蒜苔的这个蒜呢，它的蒜苔上会开花，最后结出很多的蒜籽来，那结的籽呢，我们叫做蒜籽。我们在这个袋子里放的就是我们收了一部分蒜苔上结的籽，可以看到非常小，非常非常小的一粒一粒的蒜瓣，这个可以种蒜。其实我们家这些蒜呢，就是比方说这个长得很小，就是我去年从蒜籽种出来的。那留作直接种蒜的大蒜呢，我们叫做种蒜。比方说这一个，我们称它为种蒜。那它的特点呢是，种出来的蒜会和种蒜是完全一样的，因为它基因是一样的，没有改变的，是根部繁殖的。那这个蒜籽呢就不一定是和这个蒜一样的，也取决于它是和什么蒜授的粉？那如果它旁边有不同品种的蒜授的粉，那它长出来的蒜可能跟它这个本身这个它妈妈这个蒜的品种可能不完全相同。用蒜籽种蒜呢，它的优点是它的量比较大，因为一颗大蒜里边能够结几十个蒜籽。那如果是用它种的缺点呢，就是因为它蒜粒特别的小，所以长出来蒜头也比较小。比方说，我们家去年就种的这个蒜籽种出来的蒜，有好多像这样的，很小小独头蒜。那今年我也准备拿它继续去种。明年再收的话，因为这个蒜瓣比较大，它就会长的头会大一些。我们家这一个品种的蒜呢，你可以看到它这个蒜瓣比较小。这个是不长蒜苔的，那这种蒜呢，它不长蒜苔，所以它的蒜不结籽，但它的蒜瓣比较多。那这一个是没有不长蒜苔的蒜，你看它中间没有这个硬的这个蒜苔的根，它蒜瓣呢也比较小。你看这一个呢就有。已经5瓣蒜了，6瓣，7、8、9、10、11、12，这一头蒜有13瓣蒜，13瓣那个蒜瓣，中间没有蒜苔，所以它的优点是这个蒜为什么要种它？因为它的优点是它储存的时间特别的长，我们刚来农场的时候种的蒜，这一颗蒜保存了2年，然后还能再种出来。
今年我们还是叫这样种。那我们会先吃这个有蒜苔的蒜，因为有蒜苔的这种蒜呢，它的保存时间没有这种蒜的保存时间长。像这个就是有蒜苔的蒜，中间这个是蒜苔，绞下来以后留的这个硬的这个节。有蒜苔的蒜呢，蒜瓣大，所以吃的时候比较方便。你扒一半就是很大的一半蒜，那这个蒜呢就扒起来比较麻烦。但是因为它保存的时间长，所以我们还是要种一部分这样的蒜，可以一直吃到第二年新蒜下来之前，它都会很新鲜，不会失去水分。那这种蒜呢，保存几个月也没有问题。到第二年夏天的时候，就不会蒜瓣就不会那么的，水分就不会那样的大了，没有这个蒜瓣保存的好。大蒜已经准备好了，我们这有三个不同品种的，这一个呢是长蒜苔的蒜种，这一个呢是不长蒜苔的，也就是 soft neck 这种蒜。这里大概有200多瓣，这里呢有300多瓣，这是 hard neck。然后这里呢就是有一些大蒜的种子，那我们也准备把它种出去。好，我们就准备到地里去种蒜了。前面这是我们家老牛在去年冬天排的牛粪，好大一堆，里边还有一些牧草混在一起，已经发酵了一个整个一个夏天，包括去年的冬天，没有完全发酵好，但是已经可以用了。那我准备把它们挖到，我把它们这个放到我这个小车里，然后种大蒜的时候加到大蒜上面。看到这一片的绿色的，是我们前2周刚刚种的麦子，非转基因的麦子。因为麦子是秋天种，然后它冬天过去以后，第二年春天会继续长，然后在7月份的时候长成了就可以收割了。啊，我们接着这个种麦子的地方呢，在这里我们摆了一排的纸壳，目的是防止它长杂草，这样我们在麦子和大蒜之间有一个过道。那我们现在就开始种大蒜。那我们用的是这2个种子间拉的一根线，这样保证我们的种的这个行比较直，行与行之间的距离也比较均匀一些。我们先种这种大蒜，这是我刚刚说过的，我们扒好的，不长蒜苔的蒜。那种蒜的时候呢，这个这蒜的尖的位置，这里是长蒜苗的地方，下面是长根的地方。那要从长苗的地方朝上，长根的地方朝下，这样种。如果你实在是分辨不出来哪个方向长根，哪个方向长苗的话，最简单的办法就倒过来种。它种的时候自己会，它自己苗会自然的往上长。蒜种到地里以后，我们再把它用土把蒜埋上。我们种了大概有1寸半到2寸深，然后我们一会儿在上面再撒上一层牛粪，这样就给它们施肥了。
好，我们现在在上面再撒一层的牛粪。太阳要落山了，我们今天就干到这里。蒜都种下去了，但是牛粪还没有完全撒上，只有这一片撒了牛粪。我们明天继续再往前面这一片加牛粪。好，谢谢大家观看，愿上帝赐福于你，我们下次见。